咱们怎么贸贸然的去找人家好吗？要不你先给我那网站，我好好学习一下。那可不行，你这好不容易开了窍了，得找最牛的妈妈给你教一教啊。你想我这种学渣妈妈有什么可说的？好歹你也是上过好几个补习班的，行吗？哎呀妈呀，千万别说我的痛处啊，这心疼我的银子。看着这新月啊，还真是别人家的孩子啊。你呀、啊，应该多参加咱们的年轻活动。这个孩子是咱们班的小明星。嗯，我还跟你说啊，像咱们这种一级园，最后一学期的这种全校开放日，那都是优秀小学来掐尖儿的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特优。现在还有这些吗？表面上说是没有，私底下谁知道了吗？网上怎么说的都有啊，说是小学会派人来暗中观察，也有说这幼儿园啊悄悄入选。那要真选上了，还有人去读好学校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啊，在这个开放日上。你说要是万一有呢，那不是白白浪费这大好机会？我都不知道希望能够准备什么节目。哎，你确定这是真的吗？当然。那都考些什么呀？我也好有点准备方向。这样，一会儿问问新月妈妈，她是家委会主席，肯定有内幕消息。琴呐，哎呦，新月啊，是咱们班的小公主，还会跳芭蕾呢。到了，这是什么？没事，我叫您看看。新月妈妈，新月妈妈，听得见吗？新月妈妈，哎，来了。妈妈，打扰你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希望妈妈，苏醒大设计师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新月妈妈。你好，我记得希望小朋友的，好像都是阿姨陪的吧？春游秋游都是她负责接送的啊。是啊，我们家阿姨啊特别能干，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能搞定。哦，新月妈妈，我们有点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？好的呀，不过新月在练琴不太方便，要不你们去花园坐一坐吧。啊，好呀好呀，这边请。谢谢啊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么漂亮的妈妈，像电影明星一样，真的气质太好了。多谢希望妈妈夸奖。喝茶吧。哎，思远妈妈开始跟我说了，我也不是学教育的，孩子嘛，陪伴最重要，不只是花钱读书这么简单。对了，我找了几个网站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至于其他书啊、教材什么的，都是大同小异。新月呢，虽然没有画画的天赋，但我让她多涂涂，也是件好事呀。谁说的？人家新月不是画得蛮好的哈？是画得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好沟通啊。好的呀，我扫你吧。嗯。新月妈妈，咱们开放日的那个推优名额到底有几个呀？推优？什么推优啊？一直传说会有推优名额，所以想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弄得人心惶惶的，我想我们这些妈妈都不会信的吧。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有这件事儿是吧？现在的政策，公办小学招生都要公示，民办超出招生人数就要摇号，请问哪来的推优啊？我劝你们呀，抓紧孩子的学习才是王道，不要想什么推优不推优的了。哎，那个说有嘉宾在开放日的时候来挑选重点录取的孩子，那个消息也不靠谱吗？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妈妈，
不要轻信这些小道消息和各路谣言，哪来那么多的暗箱操作？要相信政策的公开透明。哎呀，反正呀，说来说去都是羡慕你的呀。七月给力，户口给力，怎么玩都玩得溜的。嗯，其实我也挺好奇的，像你们家庭条件这么好，怎么不去报那些民办的双语学校啊？怎么，我们不能读公办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说我们在争这些名额，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想让孩子英语领先，就都把孩子送去了双语学校。母语多重要啊，中文基础当然要打好了，中文学好了还怕学不好英文吗？我可不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。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喝点茶吧。哎呦，心愿妈妈，你这茶老好喝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越琢磨呀，越觉得这心愿妈妈不老实。哎呦，哎，你想呀，要是真的有推优这件事情的话，那人家肯定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呀。是心愿，那是铁定了接下路小学的呀！啊，退不退优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，说不定真的没有这个事儿呢。鬼才相信没有呢！哎，你说，会迎接希望妈妈呀？哦呦，太复杂了。我改天我再问他一下。老婆，嗯，哎，我在想啊，就算是真的有推优这个操作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客观一点呢？啊，当然了，儿子肯定是自己的好啊，但是远远这个个性，这个脾气啊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转着弯的提醒我，我还不知道我生了谁手。就是你那个关系怎么样了呀？你催一催呀，最好在开放日之前跟向阳路小学老师见一面呀，摸摸底，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准备。知道啦。来来来，快点！哎，别弄，别弄！哎呦呦，你别搞，你别搞！你我都快通关了。你伸个手！哎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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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老公，把苍蝇油拿来。我都快通关了，我这担心。什么东西？搞苍蝇油，苍蝇油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站起来让我给你瞪一下，乱死了。啊，好了呀，你不要搞得这么紧张跟打仗一样，人家老师就是见一下小朋友而已。哎呦，第一印象很重要的好不好，小笨笨的总比臭烘烘的强哈。宝贝，来来来，我游啊。别蒋思远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再闹的话把油漆机扔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不要这么暴力嘛，宝贝起来。听老爸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是男子汉是不是啊？你听老爸说啊，你今天呢一定要乖乖的，因为老爸老妈要带你去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老师。你只要今天表现好，你的前途就一片光明。记住老爸说的啊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说话，乖乖的坐着，可以做到吗？啊，说话。再说。耶来，哎呦喂，乖儿子，快去上学去吧。哎，你去给他拿本书啊。他书都被他撕了，我到哪儿找一本完整的呀？拿子宁的，随便拿一本。哦，好。哎，蒋思远，蒋思远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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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见到老师呢，你就把书拿出来看，知道吗？你要是好表现的话，妈妈给你买游戏卡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哇塞！啊，好的，听到了啊。嗯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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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哎，红包准备好了吗？哎哎，等一下。啊？不是，手给我。啊。深呼吸。啊。没问题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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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老师，您随意啊，这个红彩糖味道特别好，您趁热喝啊！好好好好。哎呀，王老师啊，你说说，你说说我们遇到这事儿哈，我们家呢本来就是对口向阳路小学的。没想到这一统筹，把我们给捅出去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得多着急啊！所以今天呢，请您来啊，我们就想问一下，像这个幼儿园这推优啊，就是小学呢会考察孩子哪方面的能力啊？推优啊？
现在幼升小已经不存在什么推优名额了。再说小学老师也不可能去幼儿园参加什么开放日活动。你们家长的担忧呢和焦虑我都理解，但你们千万不能去相信那些谣言。我答应来见孩子呢，也不代表我能帮你们进下阳路小学。招生后的入户通知是要公示的，除非前面的孩子自动放弃入学名额，要不然谁的关系都没办法。是是是。哎，那个安老师啊，这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对对对啊，您笑纳啊。我先声明啊，你们要是送礼的话，我可就走了。哎，别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们不能让我这个做老师的犯错误吗？对对对，那个，这个，我收回去。现在就是考察孩子嘛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先不急。那个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圆圆。哎，圆圆，我叫蒋思远。哦。蒋思远，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呀？比如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打游戏、看电视、背景、吃冰激凌。那个啊，就吃冰激凌啊。没有啊，平常都不太让他打游戏的啊，真的，就是写完作业就打一小会儿。对，这是开玩笑的小孩。那个他平常啊喜欢读书，还有那个讲故事。讲故事啊？那蒋思远，你能不能现在就给老师讲一个完整的故事？哎，圆圆，那个，给老师讲个故事啊。圆圆，背个唐诗也是可以的啊。唐诗也行，来吧。老师，我问一下问你。爱提问，什么问题啊？哦，还要过来。让你走了！别打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要是不来，你们会把孩子打死呀！就是，我们在给他做规矩，他今天闯大祸了呀！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能闯什么祸啊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带他去见那个下阳路的招生老师，我花了好大的精力才把人家约出来的。这小兔崽子拿了一把水枪给人家老师喷了一头，满脸满头都湿了，老师脸都变色了。是的呀，我们好不容易给他铺好了路，全都被他毁了。你以后进不了重点小学，你就上太小了。不上学也没关系吧，那外公外婆可以养他一辈子吧。蒋波，你也不过就是个大专生，我当初不是还让女儿嫁给你了？怎么样，现在你要翻天啊？啊，嘚瑟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你？不是爸，你说这干什么呀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有关系啊？啊，他打我的宝贝，是我打的，你打也不行。每次我们给他做规矩，你们都这个样子，好不容易分开住了，你们还来干涉，就不能让我们自己教育孩子吗？你这是教育孩子呀，你们这是家庭暴力，今天晚上孩子必须跟我们走。就是你们不能住在这儿啊。走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妈，你不能每一次这种时候你都要带孩子走呀。走，妈，好多，妈，我们能把蒋思远管好吗？哎呦，哎，你现在主意大的来啊！这个家庭轮到你做主了。哎，孩子是我们从小带大的，乡下带的不好是不是？哦，你是不想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啊？让你妈妈带？不是妈，你这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告诉你们啊，这幢房子。写的是我和你妈妈的名字，将来是要留给远远的。从现在开始，谁要是敢打一家之主，谁就给我滚蛋。闹够了没啊？小四远，过来啊。走。
你们还敢用这个打孩子，那得多疼啊！要是把我的孩子给我打坏了，我跟你们没完！不生气啊，不生气，走。妈妈，哎呦，希望你慢点，别磕着呀！哎呀，跑太快了。是，哟，凡凡妈妈也在呢。同学妈妈呀，216，现金还没钱。不是，这是谁订的货呀？一个男的，估计是你家先生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弄错了。你付款。好了。啊，慢走啊，他的妈妈，再见啊。走吧。不是，我以为这是申阿姨，凡凡妈妈是。你哪有这么大乌龙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人不可貌相。他儿子李非凡，那是咱们班的神童，那可不是一般娃。李非凡，这名字怎么听那么熟呢？上次围攻夏阳路小学校长的视频。哎，你快进去吧啊！把书包脱了，把鞋脱了，乖得很。就那个女人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女人好厉害，难怪她刚才骂我。你上次在群里还跟他大吵了一架。哦天哪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用想了啊，明天的开放日才是你现在应该想的重要事情。哎，这个啊，这是一个领结，我买给远远的，远远不戴，说一定要送给希望。我也是觉着希望戴着肯定帅气。你看，远远好暖啊，真好看。哎，说实话，我都没想好明天给他穿什么呢。哎呦，那可必须得想啊！咱们没办法跟牛娃拼学习，就只能拼颜值了。那我儿子拼颜值还是可以的。那必须的呀！被你弄得我好紧张啊！真的有这么讲究吗？有没有讲究的呀？哎呀，反正咱们是吃瓜群众，见机行事。